只要少许的材料，就可以解锁一款风靡全球的小零食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高，今天我们来做好吃的趣多多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100克软化的奶油，然后将奶油搅匀化开，这里用电动打蛋器也可以哦。接着打入一颗鸡蛋，搅拌均匀，搅拌至完全融合。接着加入小苏打粉、盐，然后再将糖粉及面粉过筛加入。接着用刮刀搅拌成团，搅拌到像这样就可以咯。最后再加入巧克力豆，再用刮刀翻拌均匀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将面团分成40克的大小，再搓成圆形，接着再用手稍微压扁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全部完成后，放入烤盘中，然后送入预热好的烤箱。烤箱设定为上下火180度，中程烤18分钟。烤好后移至一旁放凉。这样简单又好吃的趣多多就完成喽！喜欢的赶快去做吧！我是小高。我们下期再见。